对不起，我不该向你隐瞒我的家庭，整件事情都是我的错。但是有什么问题，你可以质问我。你没有必要这样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发一封电子邮件，弄得我现在完全没有办法收场和带个人来打我。如果这是你想要看到的结果。 看到了，这就是你见到我第一句想说的话吗？我第一句话说的是对不起。但你觉得这是一句对不起能解决的问题，是吧？ 来之前，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你。很多话想说，但是现在我看看你这个样子，我突然释然了。我没什么可说的，所以原谅过去这几个月。